声势壮盛的大鼓阵，以及精彩好看的人赛表演，日前庆祝草屯派出所伫今日正式来落成启用。位伫草屯镇公所以及卫生所边的草屯派出所，伫今仔日举办盛大闹热精彩启用典礼。会中包括馆长李朝庆、立委马文君、草屯镇长洪国豪以及多位草屯区的县议员、镇长都地方属性，拢直接出席参加。我谨代表我们南投县警察局，尤其是要代表我们草屯分局跟我们草屯派出所的同仁，感谢各位贵宾的光临。首先呢，我想感谢县长以及各位议员，对我们经费上的支持啊，能够使我们这个派出所能够建起来。会中由馆长李朝庆带头祭拜神明了后，就正式来进行今仔日上重要的精彩启用仪式。来，长官，请看前面，来。今仔日草屯派出所落成吼。真感谢咱的前的镇长做镇长，甲咱拨这个土地，当时伊做镇长的时，这个公所的土地来拨给县政府来起这个派出所，希望这个改建了后会当佫加强咱的治安佮服务。我们警政单位上面如果有需要中央协助，我嘛专力过来配合协助，希望佫会使予咱的地方的治安的工作会使更加好。目前拢有真好的成绩，南投县，咱嘛希望未来会使每一年拢佫较好。全新白色的派出所大楼非常好看，佮有派头，互现场民众拢非常懊恼。对着逐工直接出席的环境来讲，更加提升了工作上的士气。我们进驻以后，新人办公室美轮美奂，气氛又佳，晚上的灯光也很好，而且面对的是公园，所以同仁上班的心情会特别好，而且特别和谐。搬来这边也特别感谢各界的支持与赞助，感谢。为了庆祝草屯派出所落成启用，草屯镇的会德宫以及雷总司也特别捐出两台警用的巡逻车，来加入维护草屯治安的工作。草屯派出所正式迁徙到这办公了后，原本旧的派出所三权也将转由草屯镇公所来管理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